场里面啊，那很多人为了看他特别买票去。来来，坐。你们交情应该是很久了吧，林姐？我们的交情啊，才泛泛之交，才44年。哎呀，才44年了。对，不能这么说，一说大家都知道。就是你就是，但是你3岁，我2岁，我知道。对啊，你6岁开始。这个很好，对对啊，这个聪明的人在这里。吴敏啊，他在舞台上啊，那随机应变、即兴演出，逗得台下的观众啊哄堂大笑、满堂彩，那真是了不起。没有。这焦乃玛演了多少集啊？到今年是2000多集。2000多集。后来因为特殊原因，不然的话还会继续哦。对，他戴着那顶假发，你知道吗？那顶假发里面都有蟑螂，都有老鼠了。没那么脏。哎呀，都一直那样形状不变的。22年而已。而且他上舞台的时候，哇，他的歌是一大堆。不，两首。哎，关公米桃姐，你当狼多多。这个，哎呦，这个歌。曾心妹绝对不如他，他唱歌的时候，你乐队演奏你的，我唱我的。啊，今天也当然了。那是什么好玩的例子？哎呀，太多了。他不只是这样，他连 key 都可以，不同的 key 他一样唱另外一首歌。不是乐队演奏乐队的，不像包，比较像饼。对呀，不是，因为说实在的，在台上哈就要接受挑战啊，对不对？那上了舞台，你总不能停下来吧？你上了舞台。今天不管他什么曲子，你就唱你会唱那一首就好了啊！真的，对不对？不管乐器啊，不同的 color 一样唱啊，一样啊。因为我的一条爱情骗术歌词比较熟啊，啊，所以你什么曲我一样那个歌词就好了。就是我演奏国歌的曲调，你也可以唱的爱情骗术一样啊。怎么那么厉害？他的节奏差不多在对啦，因为。我跟你讲，不能停下来。平常讲，舞台演员不简单，真不简单，真不简单。尤其一上了台，人家讲说上台容易，下台难。你要怎么样很在婆虾之中能够叫黄一楼下台，哎，然后叫 uncle 叫过去，哎，一般叫 uncle 都是我拜托他们来的。哦，这样子。上次你用了谁的袋子唱的什么歌？哦，有一次我们到嘉义。拿一个百货公司开幕，那天呢，他特别用了最新的电脑，哦，差不多10年前，唱嘛，我们带去的那个 CD 不能用，我带去的不能用，我们那几个艺人里面就一个他可以用，他一得当用，拍谁？那是他的歌，不是我的歌啊，对啊，我看了看。哎，拜托你，里面那一首《爱情恰恰好》，我请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安尼我不唱这首，给你唱。那还有，你不是唱这条？我唱《爱情骗术》的歌词。你好，我赶快有爱情，了不起吧？这很难哎。六。哎，恭喜阿咪。好难哦。一照夜，我唱我的。嘿，啊，赶快恰恰的迄落啊。对啦，天波是赶快拿单先啦。你爱情的骗术的迄。爱情恰恰。你恭喜阿咪，我轻轻。哎，我 Q 啦。了不起。听起来也蛮热的。没有太了不起。我被你拉走哎。厉害！只要不停下来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舞台上呢，就后来还是有观众喊外供，你完全自己心中有 melody 呢。其实吼，伫舞台顶不管讲唱歌也好，哦演戏也好，咱卖甲停落。其实观众嘛唔知咱已经伫突出啊，对吧？你看，我就记得我们去老君的时候，有个金兵，金兵大姐，不知道你新梅大概都不记得了。老前辈也是演这个喜剧的。对，他去老君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一出场我就介绍他是中视力捧的最年轻的新人金兵小妹妹。她一出来，那个穿个大裙子还出来，啊，那唱什么歌？彩虹铃。然后那乐队就傻了，没有带谱嘛。他没关系，您奏您的。我唱我的，这样也行啊，没有关系，这样也行。就后来乐队演奏什么？没办法，乐队还是彩虹铃。他唱的是荒腔走板，但是引得满堂彩呀。对呀，这个啊不稀奇。还有我们的小迷糊张丽敏啊。对呀。哎呀，有一次他唱那个什么叫什么歌？那个叫嘿嘿嘿巴拉巴拉那个什么？我可以不知道。
那个时候的大眼睛，那个指挥乐队指挥是阿辉啊，对啊，阿辉现在已经离开我们了，真可惜。去指挥，他哒哒哒哒哒哒，以为完了，啦啦啦啦啦啦，没有了。对，我可以不知道，他又来了，可以不知道，他可以唱十遍呢。哎呀，我跟你讲，不停。那个乐队的指挥傻了，都不晓得什么时候结束。那张丽敏唱的拿麦克风也是，啦啦啦啦啦啦，也看乐队，我可以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又开始，你说怎么办？像其实吴明姐，你以前都在秀场，常会演出一些大剧，对不对？有。那其实都是靠现场临场反应的。有没有比较特殊的案例啊？你说像我们以前蓝宝石歌厅，东西一久一住，以前的那些观众朋友听人讲是为了剧对来歌厅。我曾经有一个戏叫《机关》，我演完了哈，我那一场最后因为我去替阮囝变改，你想两个兄弟失散了。哥哥后来当法官，弟弟当流氓，那我是带这个弟弟，啊弟弟，那个就是台郎爱判死刑，叫阿兄判刑。啊，你是律师啊？不是，我是妈妈，我要出庭为他作证，我意思要告诉他说这是你弟弟，但是不能讲，因为在法律上是不可以的。我讲完了，我昏倒，全场观众站起来鼓掌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呢，我知道那个戏观众已经。跟着你的感受已经，只是没有跟着我昏倒而已，还在鼓掌。我曾经有过这样子的感觉，好，这种是那种台上的那种感情戏啦，所以我们很喜欢演舞台剧，你可以跟观众就是这种扣人直接的，哦，欢喜然后求，然后欢喜呱呱声，他随时让你感受到你演到哪里，他们情绪跟你到哪里。所以这演员，好的演员在演出的时候会把观众的情绪带起来，要他笑他就笑，要他哭他就哭。那你对于他们精致演设，他们的演出，你有什么评语？凭良心讲哈，我看到你们的这个剧名哈，我都很被你们吸引住，扑龙宫，扑龙宫，对，因为正经讲扑龙宫这句话哈，真侪少年人唔捌，不懂，没错，但我是听得懂，好像我们那个戏里面像套出迄个角色都是龙溜溜扑龙宫，就是这样子，对对对，所以呢，我感觉到，哎，他会用这种来当他的这个剧名哈，真的已经是开花了。我真兴奋的呢哈，啊，第一届跟大明星要合作，我感觉米迪可爱就是讲，伊有当时加表演的时阵哈，做主人，主人到你想要笑出来，我唔敢笑。